我的江苏宽山的表哥，房子被法院拍卖了。这两天啊，都赶到我家来借钱，说要把老家的房子啊，这个瓦片呀，重新盖一下，因为漏水了。我的父母啊，不借。你都成老赖了。怎么还可以给你借钱呢？对不对？所以啊，我的父母啊就没有借给他问我们这些表兄妹借呢，也没有人借给他，因为啊，我们自己的二胎有房贷啊，还有是家里老人要赡养啊，对不对？根本就没有余粮来帮助别人，所以啊，我的这个表哥就很气，说你们这些垃圾亲戚，他妈的，当年看着我好啊，红包都包的那么大，看见我这个江苏买房了呀，这个红包啊，都3000、5000的，看见我现在落魄了。借个几千块钱，盖盖这个老家的房屋的瓦呀，都没人借，气得呀，我的表嫂啊，赶紧跟我这个表哥啊，做了切割，离婚回到了广西老家，头也不回的走了。我的表哥呀，在江苏啊打工了十几年，前两年呢，辛辛苦苦啊，终于在这个江苏宽山呢，买到一套房啊。当时啊，那个脸面呐，非常的有脸面啊。但是呢，在那边的台资企业啊走了，他这个小主管呢一下就没了收入，去当工人嘛，你一个70后，年纪又太大了，没人要了呀，只能是打个零工。所以啊，这个房贷啊无以为继。当年的这个满面春风啊，被如今的丧家之犬的这个表情啊所替代，特别是啊这个亲戚啊这么的看他，他的内心啊非常非常的压抑。他现在啊，他的女儿啊都出去打工啊，不理老爸老妈了。这对老爸老妈呀，真他妈的不好啊！碰到一点啊事情啊，就大难临头各自飞，搞得我这个女儿啊，心里啊一点都不痛快。所以啊，现在啊，我的表哥呀，人生当中啊，遇到了非常大的坎坷，老婆跑了，女儿不理他了，房子被法院拍卖了。现在成老赖了，一无所有了，向亲戚借钱啊，没人借给他了。当年啊，在台资企业，他当个小主管，意气风发，都说农民工也长了翅膀啊，当上了这个管理。现在呢，丧家之犬，掉了毛的凤凰。不如鸡呀！